禅定心行当往顶摩通心出行人就得体众生积极的如愿因报天尊安心念地主分篇五中一年车辆北号的平门主持篇故机为经年五中心官不不安年出干脱地前机最年先天大地出的幽灵鬼魔关照不得幽灵幽公之力明书上清积极的如愿天地自然危机分散中中兴理心融合无法为行树木自然林不复林花果秋天天河丹奈同工太原张庙白蛇十里万千中山新旧关树玉门五香一定出贵人人安言五岳北的地门蒙叔秀之为五香向为消散得气正成积极的路灵中于三天之上水乐为尊万法之中分享为秀之心之国家行开工开灵之殿敬礼得的寺庙究竟怎样天行造客积极的路灵拜请祖师为我发号讲本师为我发号讲法器何讲严严讲法器何讲少年讲千丈何讲来接引万丈何讲接引行路千岁速降抓钱身边身上积极的路灵身边会积极的路灵会积极的路灵拜请天晴千地灵灵邀请五爷观众得多情有事分享来邀请无事不敢动身边恭请开机恭神神幸福千岁得为尊神祝感多情身边身上积极的路灵身边会积极的路灵会积极的路灵恭再三拜拜再拜三拜福气用时给你天地开张香烟点点心通万里香烟道气请神感应拜请在你功德传扬同主赵书同龙为地主传召金牛大台湾中华民国台南市下营区下营里十六年九百三十九号集体居住皇家幸福三千岁五千岁开工之典造请开机共成成立为尊神降下人工一点红精气星空开心眼发力的骨照分明何往慈悲降来临众神仙分享八拜拜再拜三拜并祈求风调顺国泰民安诸事不在不折有情弘扬化解愿神光彩命运亨通福寿延绵五体安康南京八方六立千祥在天六王富贵相传福阳分享祈求如意天降吉祥福福彩乐敬祝鸿门岁初庚子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吉时上心八拜拜再拜三拜主要红药啊中要三十Yeah, yeah.